带着你的爱犬，穿着淡蓝色的裙子，梳着红色的辫子，配上正蓝色的辫尾，出席我的演唱会，这是我的荣幸。谢谢你，我们互相拯救。姑娘，谢谢你撇开我所有其他花里胡哨的东西，安静地赶来做我的听众。我知道你的赴约一定不容易，我留下这段语音是因为非常非常想让你听见。我相信你在楚州身边的朋友，如果刷到这条视频，一定会转告你。我是薛之谦，我不知你姓名，也不知你归向哪里，也不知你面对何样的生活，但姑娘，我非常感谢你，你能带着你的爱犬，穿着淡蓝色的裙子，梳着红色的辫子，配上正蓝色的辫尾，出席我的演唱会，这是我的荣幸。谢谢你，我们互相拯救。你好呀，老薛，我是马迎清，来自上海，是一位被你的音乐疗愈了多年的粉丝。我虽然看不见，但幸运的是能通过倾听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更多面，而你的音乐是我安静的世界里瞩目的宝藏。因为多年前一次深夜里的沮丧，我偶然间点开了你的音乐，感动于你细腻的歌词和动情的歌声。从那之后，你的音乐就一直陪伴着我走到了今天。我虽然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能通过你的声音想象出各种最美好的模样。谢谢你总是用最真诚的心对待我们，喜欢你和你的音乐是我最开心也是最幸福的事儿。未来的路还很长，你和音乐会一直继续陪伴着我，我也会一直默默支持你。祝我们都能奔赴人生最理想的远方。我现在发烧发到39度，如果今天不能演的话，你们应该喊什么？那我今天同意啦，我全部都给你们。
退，我来负责。看到我今天穿成这样上台，想必应该知道有事发生了吧。那我就不瞒你们了，同学们，非常不幸的一件消息，我现在发烧发到39度，然后我扁桃体发炎也发炎到一个最重的状态了，所以可能今天的演出没法正常进行了。快点！快点！其实呢，我本来想昨天发一条微博或者发一个抖音跟大家致歉，把这件事情说明的，但是我今天还是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到现场和每一位还有可能是千里迢迢过来的朋友当面说一声抱歉，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抱歉了。如果今天不能演的话，你们应该喊什么？喊得不够远，一直喊。那我今天同意啦。你们每个人随时都可以退票，记住了，每一位翻山越岭来看我的朋友，你们除了你们的票可以退之外，你们但凡是坐动车或者机票或者酒店，我全部都给你们退，我来负责。但凡你只要是来看我演唱会的，不管是机票、火车票还有酒店，我全部都把钱赔给你们。包机票退票或者留着票，下次见。对不起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抱歉，我们尽快相见，再见。你说啥？